收到需要赶快回复的信息，那就考虑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。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你讲客气，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。在无人的海岛上有美丽风景，想有梦里的竹蜻蜓带我去远行，去到你心里的那个神秘的巴黎，再想和你生一群 baby。 我开始美丽的际遇，你来自东或西，